正值站起来打击率并不高。哇，这个球一垒手郑乃文，火箭升空193公分高本土球员最高的野手的郑乃文跳起来，在空中 nice play 把这个平飞球接杀出局了。3-3，6局下半，狼六熊队没有得分，1-2，1分落后。